好，今天我为大家详细介绍一款革命性的全新体式显微镜 Super X。 此款显微镜搭配了全新的 PL 可调目镜以及世界级的格里诺光学系统带来的成像原理。下面请随着我解说来深入了解这款显微镜的具体有怎样的魅力。首先自上而下要给大家介绍的自然是创新的型号 PL10×22 的可调目镜。PL 表示的是平面市场色差校正镜头，这是一种高品质的光学镜头，它的特点是在整个市场范围内保持图像清晰度和焦距的一致性。这意味着从镜头的中心到边缘，你看到的图像即便极小，而色差校正则是为了减少不同波长光线经过镜头时产生的色差，以使观察到的图像色彩更加准确和自然，同时能给客户带来更好的观感，以及减少使用途中所产生的疲劳。然后我们标配搭载了1/5 CTV 的相机转接头，通过我们选配合适的工业相机，从而实现更大屏幕成像可视范围以及更清晰的图像效果。 Super X 相较于传统常规的体式显微镜产品，以及我们采纳更多用户的意见，从而做出了调焦首轮的升级。通过精准的定格定背功能， Super X 显微镜将常用的11种倍率大小直接标注在显微镜上，让你在观察物体时能够快速准确地选择合适的倍率，避免了因倍率计算而出现的困扰。与此同时，我们采用了115毫米的工作距离，不仅提供了更大的操作空间，使您可以更自由地移动样本调整焦距，而且更容易对焦，其实长时间操作也不会感到疲劳。而且我们选用了标配维修了 LS3 环形灯作为 Super X 的照明光源，性能提升了更多。我们同样选用了320毫米×260毫米标准的 B11 合金材质大底座，更大的工作平面，满足使用者更大的工作区域需求。以上介绍了维修佬对于 Super X 创新的变化，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便是 Super X 的核心产品优势。本产品的格里诺光学系统是一种基于光的相位全反射成像技术，在体式显微镜中采用了倾斜照明技术，使得光线以一个接近临界角的角度通过物镜并进入，这些散射吸收的光经过物镜和目镜的透镜系统，最终被观察者的眼睛或探测器接收并形成图像，通过调整入射角度、聚焦并收集散射光等操作改变可见光和分辨率。体式显微镜全反射原理利用光的全反射特性，通过控制光线的入射角度和收集散射光来获取高分辨率的图像。格里诺光学系统在显微镜行业中具有高分辨率、抗色散、干涉对比增强、光学调制功能和紧凑设计等优势，为显微镜的观察和分析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并提升了显微镜的性能和功能。该光学系统在莱卡奥林巴斯的多光子显微镜等产品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Super X 全身的材质及用料均通过国际 ROS 认证标准，这意味着我们对地球环境和客户安全质量负责。我们致力于为全球用户提供高品质的显微镜产品，同时保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通过以上介绍，我相信您已经对 Super X 有了深入的了解。这款显微镜不仅功能强大、使用方便，而且环保安全。我们相信 Super X 显微镜一定能为您的工作带来全新的体验。